六聊世纪，天一农心，大家好，十六。今天来看西班牙人对上土耳其人，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。OK， 先介绍一下蓝方选择的文明是西班牙人。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呢，是他的火系的攻击速度单位是非常快的。而且西班牙人呢，他有这个游侠，也有骑兵，也有大罗马，也有真毛兵，三攻三防全部都有啊。所以西班牙人的后期其实也是不弱的，而且他们也兵工厂每点一个科技呢，都可以增加20块黄金。当然点这个织布啊、农田技术也是可以的，但他兵工厂 的科技呢是不需要黄金的，所以西班牙人可以省下大量黄金，到帝王时代转出游侠也是有些帮助的。好，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土耳其人。那土耳其人呢，也是一个火器文明啊，两边都是一个旧时代的啊旧文明啊，都是一个经典型的文明对决，西班牙人对上土耳其。那土耳其人呢，他的火器特色呢是免费的化学，而且他的火炮呢可以用这个炮兵的加成哦，可以加两点的射程，成为这个游戏里面的火炮射程最远的文明哦。那土耳其人有这个土耳其火枪兵，可以在城堡时代时候制造出来，到帝王时代还可以变成精锐土火。那精锐土火呢，射击的这个射速会更快，没有这个前置的这个射击动画，可以直接瞬发火枪哦，这个是很厉害的特点。那土耳其人除了火枪之外呢，有这个白血马弓可以用，而且肉马呢也会自动升级哦，甚至大肉马也可以自动升级哦。所以土耳其人呢，他的矛兵跟枪兵是比较弱的哦，不能升级。所以土耳其人呢，还是比较需要依靠黄金兵种去撑场啊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经济配置哦。我们来看一下 NBL 会怎么配土耳其啊。OK， 那这边开局是三木配，那待会还会再配一木哦。我们先看一下他会怎么配啊。这边应该会先下个房子，然后再补个魔房，会比较顺。好，这里绵羊有看到吗？好，路虎推了回来，射掉。好，绵羊这边稍微探一下。好，这个系统也吃掉了，但是木头还是配三个人哦，可能要点下封建时代之后。吃完这头犀牛，才再去配到八木或是九木啊。这里配置看起来是蛮正常的。OK， 这里吃完犀牛，点封建时代，盖下了伐木场。好，这里是五个人，这边是四个人，九木配置。那九木配置呢，算是一个万用配置哦，基本上大部分文明都可以这样配的。技能呢配木的时间是点下封建时代之后再去配就好了。但之前有一些教学上都会配的比较复杂，例如什么几个人然后配什么东西，好几个人然后配果子，好这样记忆算是可以记得住没错，但是有点太死记了。那 NBL 这个教法就很简单啊，都一样四个人吃果嘛，那木头一样配九个人。单位出来的村民呢，全部吃绵羊，还有挖这个旁边的这个木头和小树。那点这个农田木一农一木去撒下旁边农田哦就可以了。那大约在18片田左右就可以去补黄金矿啊，去拉四个人去挖黄金，好可以升到城堡时代。那以封建时代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哦。那如果要以围架情况的下哦，是在点封建时代啊，一点下去哦，或者在点之前就要开始围架了。那 NBL 这边打法是不围加，那不围加的优点就是可以先快速撒下牛田进而获得经济优势，所以这个算是比较高难度的部分哦。如果你是对于自己手速有信心的，自己的反应很迅速，可以防守对方落马或是工兵毛兵，可以掌握到对方的这个动态的话，蛮适合像 NBL 这样子哦，不围架，赶快把自己的经济给搞起来。我靠，看看这边这么多田了，10片田，对方这边只有7片田啊，而且这个农田数量还是会有差的哈。那对手这边其实也算蛮快的，因为他这个围也不是围的非常大，算是可以接受的小围啊，而且他围的蛮漂亮的，能遇到 NBL 的玩家也都算是蛮厉害的玩家了。
好，这里有一只村民，有机会抓得掉吗？剩八滴血。OK， 先拉开。好，这两只残血可能也收不掉村民，因为残血肉马是会被村民集火掉的。NBL 按了一只肉马，那也没有出太多兵哦，就少量的肉马，三只肉马，然后攒了四级。好，有四级跟马厩就可以点下城堡赛的升级了。好，那这边田撒得很漂亮，12片田。好，那12片田其实要等一段时间哦，没有再继续撒农田。那12片田的打法会比较可以去转一些其他的配置哦，例如挖石头啊，转这个土耳其火枪兵，或是多挖点木头，待会3 TC 运转哦，会比较顺畅一点。那 NBL 这一把的选择是直接打一个3 TC 运转啊。木头量已经快破千了，这个木材量很明显是待会一生城堡 style 要来直接点二农二木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轮轴技术啊，木头需要的东西我全部一次用掉，那可能甚至可以3 TC 转修道院啊的这个打法，那待会城镇中心待会可以补这个位置啊，或者是可以补在主金的位置，都是可以考虑的，那或者补在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也行，只要在矿场补。矿区的附近哦，古城镇中心哦，都是一件好事哦。好 ，NBL 这边是要在左边这里挖石头补一个城镇中心，下面这里也补一个，哦，上棒主军也补一个，哇靠，他怎么是4 TC？ 打一个最浓开局，还补了一个修道院。OK， 我们刚刚讲的全部都成真了。NBL 这一套打法、哦、算是比较。有危险性的哦，那为什么他不怕对方直接 all in 他呢？是因为西班牙人哦，他已经侦测到对方西班牙人鬼死哦，十之八九打的就是西针了、哦。那他打西针的话，要防守一件事情、哦、很简单啊，出僧侣就好了，那僧侣或战矛兵都行。但是土耳其人没有战矛兵，肯定是用僧侣哦。那当然用骆驼也是可以考虑的、哦，但如果是用骆驼去防守的话。很容易被对方打带跑，然后浪费自己的肉，没有办法正常产村民哦。所以 NBL 这边可能会爆产僧侣哦，然后去反制对方的西班牙征服者的一个路线会比较常见一点啊。那土耳其人能打的东西比其他文明哦少了一个东西，叫做战矛啊。没有战矛的话，还是很难去做一些反制，像是飞镖骑兵啊、西征。哦，这一类保兵单位特别强的马弓属性单位哦。好，那这边还是开始被变咯，变到生活无法自理，好麻烦。用落马直接硬解。OK， 这里没有空，被砍到残血，再一刀，再一刀啊，收掉。OK， 西班牙人被收掉了一只西征，但是赚到两村哦，但没有关系 ，NBL 这边的打法就是让你变啊，但是我村民会很多啊，你要变的到经济差距出来的话，要变很多只才行，而且同时还要防守我的僧侣去招降你啊。好，这边僧侣过来招一下，三只招到，但是被变死了一只僧侣。啊，两只僧侣才对。Okay、好，这边想要盖堡，但是 NBL 反应非常迅速哦，直接在周围啊补下了房子哦。那你只要敲敲房子地基哦，对方城堡就不能盖这些位置了。那还好，这边有稍微阻挡一下对方盖城堡的位置。如果他是插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就麻烦了哈。还好这边有稍微围一下，让对方过不来。OK， 这边再稍微围一下。骆驼的部分出了几只，那这里的马厩就被控制住了，就不能产出骆驼来反击了。好，那这边牺牲数量开始多了起来。现在有城堡之后，可以转出土耳其火枪兵哦，跟对方反制哦，互相射射，互相棒棒啊，是可以考虑的范围啊。好，看到这一波牺牲进来，这里很关键 ，NBL 会怎么防对方的牺牲冲锋？好，这边围了一套墙，然后射掉了几只村民 ，NBL 村数降到只剩下87村，可以再多。
好，那西班牙人聪明数也没有落后太多，看起来 NBL 这边夹应该是能夹得住的，而且自己的突破区火枪兵也出来了。那突破区火枪兵的特色就是火系单位血量是有加成的，那可以看到西班牙征服者这边血量基础血量还是会比西征还要多，但以基础伤害来说，西班牙征服者只有16点，那土耳其火枪兵是17点，以这个伤害点数来说是多了一点伤害的，而且射程土耳其火枪兵也是比较远，所以土耳其火枪兵的一个唯一问题就是没有机动性，输入之外伤害跟这个射程都是赢过西征的，所以这边要让土耳其当成狙击手可能会更重要一点。好，上方这边补了非常非常多的农田，41片田，那待会大量的土耳其火枪兵都可以在这边继续撒农田防守。好，这边骆驼管被掉掉，这就是出骆驼想要去打骆驼出骆驼想要打西镇的一个问题。虽然骆驼确实打西征很好，但如果对方控兵控得很好，会直接把你的骆驼给秀光的。好，右边围了一个城门，这里补了一个房子。好，这里 bang bang 的结果看起来 NBL 是挡下了，但是下面又来一坨，这一坨西征 NBL， 我靠，除了有西征就算了，居然还有洞啊！好 ，NBL 这边偷了一些食物，顺利点下了帝王时代。那帝王时代依旧不太好打这个西班牙征服者，还是要我们要来鬼转一波白血马弓，因为马弓单位的射击速度是比西班牙征服者速度还要快的。虽然西班牙征服者以火器火枪单位来说，已经算是射得很快的单位了，但是还是比不过这个马弓单位的拇指环。所以 NBL 这边要反制回去的话，可能只有马弓这个路线才会比较跟对方有同等地位有机动性，然后射速还可以赢过对手的方法。而且西班牙人在现在的版本是有少了一点的远距离防御力，所以出工兵单位去反制火枪其实是一个不差的选择。好，这边想要上高地，先干掉叛徒，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。先把这个叛徒给中出掉，后面直接来了一坨，直接贴在脸上对射，用连接火枪接好接满。OK， 土耳其火枪兵射到只剩下7支。好 ，NBL 可以再盖一根堡喽。那这根堡可以稍微想一下要补哪里我可以考虑补这个位置，但现在被压制住了，或者是直接往前补去控对方的冶金冶石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好，这边土耳其火枪兵升到帝王时代，大学有盖吗？看一下大学。好，往前补，但没有碰到任何资源。好，这一天虽然被烧得有点惨，但至少还算是能接受的范围，还不算天崩地裂的等级啊。好 ，NBL 村出回到了110村，西班牙来到124村。西征火枪的威力还是蛮强大的。好，西班牙人这边补下了肉马的升级，还有一级的马凯，下方的西征继续骚扰当中。好，再一次走了进来，两边又再开始对射。土耳其人补下了肉马升级。OK， 这边骑兵铠甲升上去，有可能不是升肉马吗？转骆驼吗？我靠，这看起来有点被降到村民，有点惨，这个有点惨。那 NBL 被降这么惨，还有机会吗？好，这个城堡应该是要放弃。哇，西班牙征服者射村民真的是有够快速的。OK， 搞定。那下方这一坨西征也是很麻烦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根城堡应该是要拿掉。NBL 的附近像被控制住的待会下面这个金可能要先赶快拿回来。喂，前面转了一些落马，去偷砍了一下西班牙。
那西班牙这边是展出了重装骑士的升级，想要回转游侠一波。那虽然刚刚土耳其人 NBL 是转了非常多僧侣出来，但是没有时间可以去捡生物，那地图上的生物也很多，但是西班牙人的传教士呢是不能捡生物的，所以还是要有一般僧侣。那边感觉是没有太多的手势可以去捡这个圣物了，光是控农田还有去防守一下对方的骚扰就有点忙不太过来了。好，那看到对方转的是骑士的关系， NBL 直接转出了骆驼，不走马攻路线了。好，左边偷挖石头，这里可以再盖一根堡。OK， 总用土耳其火枪兵搞定了西征的问题。现在西班牙的西征全部死光了。OK， 这边骑士没有看到在挖石头的村民，溜了过去。好，直接补一根堡。这应该是用插旗走位哦，所以才会没看到。OK。最后收掉了野外的村民。好，骑士们继续绕，这个骑士绕的位置有点微妙，我没有绕到 NBL 的金矿处，这个应该是要去抓一下的。好，他的一心只想打农民。好，西班牙这边转出了骑兵，你转骆驼就转骑兵，西班牙是万能的，骆马、枪兵、战王兵都有，都是，但是没有特殊能力哦。好，这边升级上去，骑兵升好，家里拉了一些骆驼去防守。好，土耳其人点下了一弓，转出的是工程器制造所，应该是要转火炮咯。好，那罗马这边也开始捞 ，NBL 开始有点被骚扰到生活无法自理，先防下，开始有点被砍到不太舒服了。好，这些骆驼应该锁在家里就还行。这边火枪继续变，左边这个什么盖完之后，再继续往左边盖，哇，一直盖堡一直爽哎！城堡哟，有一个补在家里了，但是后方还是有点麻烦，一直被骚扰。好，左边这边夹住，二级马凯补下，土耳其人最终还是要走回骆驼之路吗？哎，结果刚刚升重装骑士取消，然后现在要再补一次哦。想想还是升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游侠终究打不赢，要打一个游侠配枪兵的路线。我刚想到他的重装骑士怎么升级升那么久，有点是他把它取消了。好 ，NBL 这边开始插瞭望塔，来直接升插后方的区域。好，这里上亿人在挖金矿，我的天，太多人了吧！好，骆驼稍微守下金矿的位置，这个村民一出来就被砍，这个城的中心是个无底洞。好，上方的骆驼就去追击一下 ，NBL 这波打得很不错。防守至少都有到位，而且人口也顺利到200人口了，村民数也是来到了150村。好，右边的两个巨头开始拆除左边城堡。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，150村战术是什么？那我们频道一年前就我在讲这个150村战术的特点。就是经济量可以提升的很快，而且科技可以是全部补上去。那等到自己的资源库存够多的时候，在低村低到20-30，130或120左右的村民数，就可以让你的经济科技全满，然后可以把所有的产投资在战斗中。这是快速让自己科技全满，然后又不会丧失开农，或者是应付对付的军队的空窗期的问题。
所以150寸战术是我一直很重推的一个 meta 战术啊，这真的是 meta 啊。但是这个难度就是有点难，然后边农边打架啊，真的是偏辛苦一点。好，这边土耳其火枪兵被重装骑士直接往上贴，损失了一些数量。骑兵直接上前想要硬吃骆驼，骆驼也确实被打掉了一些。土耳其火枪兵最终只活了七只，来到家里。哇！果然还是要回转一波游侠跟枪兵哦，才能打得赢哦。步骑作战哦，这是有游侠果最好的搭配了。那枪兵可以戳爆骆驼嘛，那游侠看要打对方的工兵单位啊，或者是打对方的步兵哦，都是很适合的。啊，缺点就是费了一点黄金，但可以把对方正面给击垮才是更重要的。好，土耳其这边大罗马开始输出。远防期的大罗马非常坦，城镇中心怎么射都是一滴血。好，左边这个箭台顺利拔出马修也是。好，压力回到了 NBL 这边， NBL 这边点下了三级的步兵攻击力，应该是三级攻，连骑兵都吃得到的七加四的伤害，来到了骆驼全满了14点的血量。好，这边土耳其来到了15只750滴血。哇靠，这个游侠直接冲了，看到骆驼要退吗？退一下吧，给点尊重好吗？好，那土耳其人这里是点完精锐咯，血量是50滴血，然后攻击是22滴，而且拥有瞬发能力哦。有人会说，欸，瞬发能力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他的第一枪的攻击特动画，会直接不用演示哦，直接就会子弹先喷出去了啊，不用在手拿起枪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才射啊。一般的火枪兵的话，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啊，但精锐土耳其火枪兵，对吧？瞬间就喷用出来了，手摆动了一下，然后子弹就飞出去了啊，比那个西部牛仔拔枪速度还要快。土耳其人的精锐土火就有这种特性哈，所以精锐土火要特别注意他的火枪阵，麻烦。但火枪阵要打赢哦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游侠或是投石车之类的，直接一锅端掉。好，土耳其这里有点被压着打，枪兵加上游侠有点麻烦。NBL 这边转出来的东西是马弓，重装马弓开始亮堆了起来。OK， 这边疯狂射爆，这边村民拉回来。好，马弓的部分来到了九只，火器火枪兵往后拉。换骆驼往前推，马弓也往后，火枪这边成了阵地战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！这个火枪保护得很好，还有非常多火枪在后面输出。这一波西班牙人打到有点节节败退，甚至黄金也快不够了。后方的三台巨头也是直接吃光哦，四台。好，但后方城堡掉了。这波工程可以说是 CBL 的大溃败。好，那现在土耳其人重装马弓，三级射也有，白血金冠也点下了。好，骆驼赶快回防一下。那马弓这边解枪兵哦，也是有优势的。安神的战术对枪兵加四点伤害。而且射击速度比土耳其火枪兵还要更快。这边转马弓确实解枪兵跟游侠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前方还是需要少量骆驼去挡住游侠冲锋伤害啊，或是转骆马也可以啊。没有黄金的话就转骆马，在前面当骆盾也行。好 ，NBL 这边赶快按出大队骆马开始往前弹。好，西班牙这边看到这个情况，
只能转战马哦，去反击马弓了。这边就只好转战矛跟枪兵呢，就可以挡住 NBL 这边组合了。但是这个要挡住也不太容易、啊，黄金兵还是比较厉害一点。好，落马继续喷了出来。现在肉量来到了60片田，西边来到了75片田。好，两边的农田量都是非常夸张的。但是这坨马弓加土火，还是没有机会解掉。那就真的尴尬咯。哇，前面的村民被屠杀了有点多啊。好，沙皇这一坨游侠加骆马，这边用骆马加骆驼去应对。OK， 沙皇这边可以继续打游击战哦，但是要应付搭配这个土耳其火伤兵的这个角城哦，可能也没有办法深入的太远哦，稍微在临界点旁边哦，稍微小打小闹。就控制对方出兵点哦，可能就差不多了。待会还是要转出巨型投石机啊，或是火炮开始攻城比较好。好，上面这边是用了骆驼再继续夹住。OK，NBL 这边村民数只剩119村，刚刚说150村战术哦，这边哦就可以把村民用掉一些些哦，然后开始把这个人口腾出来了，可以转出更大量的部队哦，而且是在自己的步兵在自己的科技全满情况下、哦。你还可以转出更强力的兵种出来，也不会有这个经济空窗期。OK， 这里马弓节枪兵太快了，火炮赶快按，土耳其只会出火炮，没有其他选项。OK， 骆马开始往后 BD 偷拆，疯狂 BD。好，这边骆马上去，骑了上去。OK， 好，左边骆驼加上骆马还在闹。好，这波射到真的是有点麻烦喽。这一坨进来怎么办呢？西班牙有办法可以解这一坨吗？我想不到哦，西班牙暂时呢用什么东西可以解这一坨，完全没想法。混数现在大幅下降。好，西班牙虽然还有点黄金，但是肉跟木头开始见底咯，消耗的太严重。好，用大量骆马做掩护，后面枪兵要过来了，枪兵只要戳到马弓就很赚。好，这边点掉了矿场。好，这里把土耳其人死死的夹在这个角落里。NBL 稍微拉打之后，开始原地开射，然后后方更多的枪兵走了过来，前方骆马快要解掉。后面枪兵差点戳到，稍微拉扯一下，再解掉剩下的骆马。哇，这坨马弓最后没有解掉啊！好，这里要赶快继续拉扯了，不能再继续硬打。好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好，左边的城堡快要被火炮全部拆干净了，五台火炮快速拆除违建。这个违建有加盖东西啊。必拆。好，右边的牧区只有少量肉嘛，看一下 NBL 是十拿九稳的，但村民数现在是差不多的。但西班牙人开始有这个人口空窗出现哦，只有170人口，人口没有办法继续随时补到200人口，这就是经济差距被打出来的证据哦。
好，这时候西班牙人终于打出了聚聚。哇，这一场火枪大战哦，前面打得蛮精彩的，然后后期哦，居然是土耳其人转出马弓哦，打出了一场精彩的逆转射。后期的大罗马在无情喷发，再配上马弓的骚扰，对，让西班牙人哦暂时是解不掉这个组合。那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那经济的部分呢，是由土耳其人拿到了胜利，只险胜了一点点的资源哈，黄金银比较多，其他资源稍微略输一些些。那军事方面呢，则是土耳其人拿到 1.36 的 KD 哦。那看起来西班牙人这一场比赛前期拿到优势并不是非常巨大。那 NBL 更厉害的是哦，这边防守反击哦，夹住之后啊，这个村民数也没有继续往下降哦，存到更多资源之后呢，村民变成120村，开始全身。他们全力产出军力啊，去压制对手。那这一把是 NBL 打得很好的一个地方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下订阅。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各位拜拜。